参与体验的玩家们仔细的查看庙宇建筑图片，要寻找出解谜的蛛丝马迹。松山区公所与俱乐帮合作举办实境游戏《小人大拜拜》，我爸的梭哈人生体验场，以游戏方式带领民众走访松山灯区周边，包括松山慈幼宫、台北府城隍庙、松山霞海城隍庙、饶河街观光夜市、松山市场、松山车站以及彩虹桥等松山著名景点。透过主角小人化的微缩视角以及逗趣无厘头的故事情节，让民众认识松山区的在地庙宇文化特色，深度走访周边的观光景点。那这一次呢，是雅轩第一次跟松山区公所合作这个实境游戏。那之前呢，我们在信义区公所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合作过，做的东西都相当的有趣哦。那也可以介绍我们在地的一些故事。那松山区呢，这一次配合灯节，我们有三个灯区哦，一个就是我们慈幼宫这边赞助的这个妈祖灯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边有一个台北府城隍，它有赞助了一个府城隍灯，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在我们松山车站这边有一个祈福墙哦。那待会呢，每一个参加的人，我们会给两个我们的区花珠锦的口罩。那我相信在这一次的游戏当中，大家对于松山区的一些文化历史会有更多的了解。那也期待大家呢之后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松山区公所的活动，还有我们俱乐帮的活动。小人大拜拜，我爸的梭哈人生游戏简单有趣，从未玩过实境游戏的朋友们也可以上手，也欢迎想了解实境游戏资讯的朋友上俱乐帮粉丝团查询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